好，这题是要求函数 f(x) 等于 exponential x 加上 exponential 负 x 再负一到一这个必须限制内的定积分。好，首先呢，一样，我们先求出这个函数到底是奇函数还是偶函数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利用奇偶函数独特性质去求出这个定积分。首先呢，对所有 x 属于 R，我们把负 x 带到函数里面，得到 exponential 负 x。加上 exponential 负负 x，得到下列这个式子。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式子跟原来的函数的式子是一样的，所以它等于 f(x)。因此呢，这个函数它是偶函数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偶函数的性质，把原来积分的这个式子，利用偶函数的性质，就可以写成下列这样。然后我们对里面 f(x)。求出反导函数，再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把上下界代入，得到下列这个式子。之后做一下整理，得到答案，答案等于二乘以 exponential 减掉 exponential 负一次方。